但是是我的老蚵仔对啦，啊，不是咱可能是台湾吼，这蚵仔生就对啦。我那男人骂那个臭 A 的吼，就骂他一下。我那女的啊，臭，你臭，你要嘴巴吃。然后那女生说，你真烦不烦？好，你真要在一起是不是？除非你从那边跳下去。然后那女生一讲完之后，男的再一回头，那个男的就跳下去了。老婆讲不要紧。我那个月唔捌食过啊，没因为食这两尾来死，我唔相信，看也死无食。我唔相信你问蒙阿波的嘛，不是大家拢食小贡也死吗？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咱今天要讲的主题真古锥哈，讲到夫妻，无冤无家就不成夫妻。但是某人在咧讲阿公阿婆吼，那讲情你就有情啊，啊讲理你永远都理袂清哦，所以需要是沟通。好，咱先问一下阿辉啊啦吼。啊！你这也无嫁，啊！你是讲今仔日来跟人破道啥？啊！那翁仔要冤家吼，因就是讲以前要找一个较敖摆解的人，无讲讲一个公道话。叫你去摆解。啊！当然有当时来找我诉苦嘛。是。啊！上届讨厌伊讲哦，亲像迄查某人啦，啊！即有囡仔，即上麻烦兼费事。即摆哦，我带囡仔。迄个小妹啊，我咧讲哦，我今最近甲阮翁哦，真足袂好势啦。啊，拜托你出来，你一定来听我讲。我讲，你若无听我讲吼，我唔呐干呐会迄落哦，躁郁症，我搁有忧郁症。有当时我就想要自残，有当我就想要跳楼。啊，咱若听伊安尼讲吼，敢那讲咱若无出去听伊讲伊的心事，唔多真正跳楼吼，哇哟，阿弥陀佛，咱水果。啊，搁较忝，咱嘛是哦，好，啊无咱约来啥物咖啡厅吼。啊，你出来你才好我讲，啊你莫紧张哦，心情嘛唔通唔好哦，啊囡仔爱带好哦，吼，唔多啊。惊到我遮会惊淡水河若跳落，安尼我要安怎注意？对啊，咱一直甲讲哦，你来吼，我伫遐都等你啊，啊你到未？我伫遮坐等你啊，啊我即马来，啊囡仔就带来。我你讲吼，阮翁吼最近啊吼，迄外口敢若有查某啦吼，啊逐摆若转去厝的吼，迄电话拢来，要约人要去变数吼，要变一个数，唔爱讲放大号啦，都要去安尼放细号哦，一支电话都乱掉掉啦。都乱掉掉。啊我了，因为咱查某人总是会怀疑嘛。一手抓电话，一手抓鸟啊。哎呀，总是怀疑讲，啊你较早都唔捌即款镜头啊，即个镜头是当时伫着，先看，即摆你是无看手机啊，你放袂出来。哎，即句话比较趣味哦。对哦，啊先看你入去，啊你去放了。对，啊就要地下，那就搁地一。你就算讲你了雨伞飞大，迄个一串棒棒无一汤匙啊，用滴嘞滴嘞，去滴鸡汤，你万免讲你手机啊硬条条啊。然后他老后来，你放着，你电话坑嘞，坑嘞，你放着出来讲无，安尼我无安全感。迄个电话是你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迄个电话是你的关圣帝君，还是天上星了？你无看到伊，你无安全感，你怎么来讲回去？啊，袂啊咧！啊，正听讲，我无，咱总是坑人河啦，无坑人弯嘛，咱懂懂？对，这妖怪妖怪，我等你们怕死。咱做中间人都袂使安尼讲。对，无啦，可能最近吼，那事业可能头家也交代有啥物代志，啊，那查甫人去外口吼，那是讲咧社会更走跳，是我心内压力，有啥物苦楚，伊嘛唔敢等下甲某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惊吼，小宝啊，小宝来，小宝来嘛，袂走，来，坐。阿姨，讲话吼，你坐，小宝咩？袂走，咩？哦，坐。嘿，阿小姐，你对我讲啊多。查甫人吼，来去外口做事业吼，迄压力哦，唔敢甲太太讲。哎，慢走，来啦，你快来，快坐坐，坐哦，别走，我带你跑下坐。休息，我对我分享。气死呢，你到底有没有讲完呢？我你讲，我叫木高，伊无躁郁症，你别用乜太难。起码是你要离婚啊，是我要离婚，我就该讲实话，讲哪要重点么？夫妻以和为贵，但所以我们这个因为小孩子也会影响到婚姻，因为像有一个翁仔某吼，就讲啊，两个翁仔某到底若要翕相的时阵，啊，本来囡仔拢甲伊共间房嘛，就问讲到底要共间房，还是卖共间房安尼？啊，即摆迄个翁就讲啊，不要同一间房啦，万一孩子看到，伊讲但不行啊，孩子哭我们没听到，就放在共间房内底，啊，都明明咧共咧另外一个小床啊咧。两个当咧翕相时，两个都因某都啊都啊鬼看，因囝都拍你啊，看个啊，因翁在惊一个讲半年拢无法度，所以小孩子也是父母很大的一个主要沟通。伊咧怀疑因翁个三无张头，吼，啊即马个囡仔安尼啦，吵到到底了，一个头。啊后来怎么解决？
我唔要紧啦，我先回去吼。嗯。你安尼吼，真正好好甲伊沟通。嗯。有啥物代志，你著甲讲。这查甫人爱用怪。嗯嗯嗯。你外口唔拄好闹偷食。嗯。你回来只要晓七嘴内裤，莫穿颠倒边。我拢会原谅你。你即马先用爱心来甲引诱嘛。嗯。啊，有查甫吼，伊会做菜心，伊会感觉这个某才好，他会讲出实话。嗯。唔要紧，你若去安怎吼？我拢会原谅你，但是我讨厌人甲我骗，吼、嗯嗯！你我这人不是这么度量的人，对不对？嗯、你安怎你拢老实甲我讲，我靠，查某嘛无要紧啊！你工作这么压力着，有当时若有一个查某人愿意互你消透，迄嘛是咱的福气啊！所以你讲，迄个物件洗洗甲清气的，拢甲新的共款。这你甲怪，你要妖怪伊讲出来。所以免烦恼，你做你安尼甲讲安尼啦，伊讲哦，我当然就是安尼甲讲的对啦，哈。伊讲哦，小姐，我等于我安尼甲讲的，因为你嘛三百较少的，哈，那有可能啦？我无可能啦，安尼啊，伊讲伊去就怎啊走去算命啦，好。啊，结果哦，伊摕因翁的八字去哦，迄个算命先来算命嘛，迄个算命先安尼讲铁口直断就甲讲啦。讲安那？伊讲哦，你这吼一定未离婚。为什么？你若离婚哦，我这个看胖我你听就对啦，哦，安尼啦。啊，伊等于伊就想讲。啊！不过宋苗先咧讲我未离婚呢。嘿。啊！不过阮翁愈变本加厉，本来十二点转来，嗯，才变一点。变三点，变两点都不回来了。变咱两间无转来，拢骗讲伊去高雄去倒。哦。啊！我打电话去公司，我讲无呢，阮。无啊！最后变呐。最后伊是讲，啊！不过宋苗先，他伊会为着宋苗先去坚强。所以我觉得不要来嘛。你的婚姻是自己的，你干嘛听别人说话？结果伊就是生一个查甫啦。其实有当时要找我讲话，我嘛无用。啊！找一个查甫就变家己。不是。当他的垃圾桶，结果屁股变客兄。嘿，有一个查甫啦，一个查甫就一直就关心你啦。啊，你听我当。很多男人这叫趁人之危。对，怎样让阿公心情歹？伊就惊带囡仔去菜市啊买菜，啊，但是啊，伊老面大济吼，啊，迄个人定伊咧住厝边嘛。拢有看。拢看伊敢若，大家拢爱偷咧咧，啊，面子。啊，带囡仔去偷客兄呢？无，啊，伊就讲。啊，是安怎啦？我讲，那我最近安怎安怎安怎安尼啦？伊讲啊，这吼，那以我十八人的经验，这外口应该是安怎安尼啦？伊讲，啊，不过算命讲我未离婚嘞。伊讲，要紧。无卖离嘛，伊算伊的，咱算咱的。迄个查甫看，迄个查甫看食饱吼，我应当，我甲你载。再来掠狗嘛。我吼来甲恁翁跟踪，跟踪啦。对。啊，你坐伫车顶，啊，恁翁拢几点出门？咱开始来甲对。啊，就逐天哦。载伊去跟踪她老公哦，啊，当然呀，在往奥多拜载嘛。摩托车。哦，我叫是那奥多拜那载停嘞停嘞，两个在撸嘞撸嘞，啊，未跟踪着两个家己先去。我爱着伊用载，哎，因某感觉这个人是好人。吼。因为伊帮他帮忙这样子，哎，像咱无用，那我。而且，哎，照顾是查某在管理，查某在管理工，按同仇敌忾，来去滴啊。那有查甫的真少啦，还有问题。结果哦，伊就来讲。可是找不到证据，找无证据。阿姨讲，我咧讲啊，迄算命讲哦，你未离婚哦，这一定是甲你骗的啦。要离唔离哦，记在你啦。一个人若精神的压力若大顺，你讲这两个翁仔某要搁较圆满，要搁较温暖，迄无可能。无法度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伊讲对吼，伊讲哦，我若离婚啦，会当去听伊的看榜。伊讲，你即马马上离婚，好，甲你人离婚没有？咱来甲听。系啊，咱就来找伊讲我离婚啊。哟吼，对吼，迄早上真正去甲伊人离婚。离婚了后，转去甲迄算命讲，哎，我离婚啊呢。迄个算命讲，哎，你超工的安尼无算。啊，超工的有做无算？系啊，我爱想爱想买啊，想买。离婚啊。啊，所以嘛，啊，上尾啊，有甲这个仔，这个查甫，全甲这个仔查甫结婚，啊，再佫生一个查某囝。哦，啊，这个仔查甫也没有坏心眼，也没有。诶，伊有坏无坏，我唔知，但迄个查甫是无娶某的。诶，那这样真的很难得哎哦。对啊。如果但这个查甫有财产无？无无无。哎，那这样这男的反而是好的呢。好人。你干嘛？哎呦，那得罪到这。干嘛突然看伊呢就痛苦？好难得哦哦，我是想有一天一对翁仔某来冤家，啊来阮家。啊！我讲来啦，两个拢带来。啊来，我讲啊，无安尼啦，恁两个拢爱拍麻将，无阮我甲阮大兄恁两个，咱四个人坐落吼，有啥物怨气，直接踮顶头输赢。来看爸爸。结果那台吼，本来就迄机你袂使甲我碰，你搁甲我碰去，啊就哦，啊就嘛，因翁在讲讲。别用一个大刀，往规机、逐机拢跳个。喂喂喂，弄刀刀要骂安尼吼，啊就嘛，你怎么都是安尼？冰冰，你都唔知道，我嫁到这个厝，碰，
嫁到这个吼是我歹命，你敢知道？我这世人是有够哈粗犷啦，切死啊！吼，两个给他赢足侪钱去啊！我们好像应该是郎中，郎中来搞怪吧？对不？嫁冤家啊！阿妈无带咱卖茶我，你讲，我来问阮这个较内行的好意，你拢唔捌讲，吼查某讲啊啊，安尼要甲你高高低低，佮扯袂离袂安尼，颠倒是拢你家己讲啊，你若要甲分开，啊对方讲。我就不欢喜啦，别送啦吼！为什么？因为别送，就是不要。是你好，伊不够送啊！贪腐败呀！因为不要不换你就送啊！你当这个当然我要出新招啊！当然我的这个功力啊，我不用再自我吹嘘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像别人说什么可以放九遍 CD 干嘛？可是我的速度可以让棉被着火了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女生会不送？为什么？而且就是她需要我多陪她啦，怎么样？这样她就那我就是没办法陪她，这样她觉得很不爽，这样。因为我交往以前交往女孩子比较年轻嘛，小妹妹拢较爱人陪的，小妹妹比较喜欢就是你陪我，你陪在一起，对，每天这样啊，那两条点。那熟女的话，你给我钱就好了。熟女的话，他们只是有一些需要，就是说说她需要的时候我们在。Make love 的时候，你好好的帮我做一做。所以我觉得男人对女人哈，就是说能够在一起呢，已经很不容易的了。所以说。在分手之后呢，真的不要口出恶言，因为有时候呢，你讲太难听的话呢，反而会伤到你自己哦，也会哦。像我就看过人家的夫妻吵架啊，我旁边听完刚开始吵，我就很紧张，到最后我笑出来。那那男是写的老欧啊，对了，阿伯写的那是台湾的，好像欧巴桑讲的，我那男人骂那个臭 A 的哈，就骂他这样，我那女的啊，臭，你臭，你要嘴巴吃，你不臭的。我旁边听到说哦。臭的你还用嘴巴吃？对啊，那不臭的骨头讲都不了了你啊！他们一定叫玩家哦，就是很真实，很真实这么讲。可是我们旁边搞不好，对啊，男人这样骂我们，用幽默来跟你共，搞不好就好了。所以在有时候在这种乡下看那些啊老夫老妻的，或是看到欧巴桑这块行为，你干嘛加奇怪？我有一个在高雄啊，看到哎呦那个派出所门口围很多人这样，就是什么一个那个太太哦。她这个就是劈腿被老公抓到，抓奸，就抓哎拖一下抓去派出所那边，这边写笔录一样，哇，很多人在围着看这样。这女的哈写完笔录出来，看什么看？你们没偷过人啊？写你怎么看所有没丢你啊？你还会我上？真那样滑，惊。你是唔捌看过人偷过人哟？对啦，就我从小的我们到处看到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呢，在社会上很多事情，你肯定要。你是看别人笑话，你自己很多笑话你自己不知道。我问你吼，你的初恋就是因为你在做兵的时候被兵变了，听我讲。我的初恋的女孩子是我们当兵的，我们班上的一个这个算是同学的姐姐了。哦，大我大概有五六岁这样。哎呦，而且学那少年郎了，没有爱。我们那时候21岁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25、26岁，觉得那女孩子很美，成熟啊，很成熟，什么都懂。我们都不用我们教她，她可能教我们这样。教你。我第一次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啊，发生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会负责任的。他跟我讲不用，我说啊，为什么不用？可怜。他让我就是那种阿萨利先跟我讲不用了。我说，可是我已经这样子，不用了。我说为什么？那你没有兴趣啊？我没有兴趣。他对你没兴趣还是怎样？我说他都刚才我没有兴趣了，没兴趣。说你都没有兴趣啊？我刚只是打个比喻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说，那是我们小男生嘛，情窦初开嘛，第一次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为什么被兵变呢？兵变就是因为他，跟我跟他交往，他后来找到一个有兴趣的啦。不是，终于找到一个有兴趣。我跟他就是每个礼拜六哈，一放假我就跟他，我就带着他到那个高雄的那个什么旅社里面哦，一进去一投诉，到礼拜一的早上才会出来一样。哇！一天半当中叫了60便当，你看看，就是都不下床，对的。可是那这种快乐日子过了差不多3个月左右，他有一天一季过了啦，太对对，差不多3个月，有一天呢，礼拜他怎么没来接我？没来接我放假这样，就我就跑到他住的地方找他这样，结果一到那去，他在家里面，而且家里有客人这样，我按电梯进去，叮咚，哇，有两个男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女的，跟着4个这样，我进去我说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到那个银行来接我？啊，我在忙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以后不要找我了哈，我可能下个月我到日本去，我要结婚了。他讲得很轻松，我听以后好像后面有一个大
当当当当当当，有背景音乐，有背景音乐。那他为什么也不害怕？那哪给我们压掉了？啊，惊死！他为什么还能那么轻松的告诉？我不晓得，就是他把他当小毛头啊，因为他也没有，你也没有说啊，因为在金钱啊什么付出啦，所以。一看我按别人，我除了精力没有金钱，那时候他只出了金没有金钱呐。所以说他讲完之后，我就讲说，你决定这样子做吗？他说真的，我说，你出来跟你讲一句话就好，就出来哟。我说你再考虑一下，你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会受不了。我说你到底嫌我哪里不好？他说你没有不好，只是说我们不适合。我觉得很适合啊，他不适合啊。我说你到底嫌我什么呢？他不是，你还年轻啊，你还要出社会，还要奋斗，你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走，你慢。我可以马上跟你结婚啊，我可以养你啊。嗯嗯嗯，就那时候你那种年轻的小朋友的对话，而且你根本就没头脑，你没钱，是不是用钱上？而且我们讲的太天真。所以那个女的，她的那个女的的主张是对的。所以当我离开她的那个门关上之后，我就走那个楼梯下来的时候，流眼泪。我那心里那种心好滴血，我正想后面有人叫我说。这些名这样子，我就马上回头这样，我走两步，哎，怎么没有叫我？没有叫我这样。我到了他住二楼而已嘛，我到了外面呢，还在那个树下面站了六个小时哦。他会伸头出来看我说：“好吧，你上来这样。”你也是电影情节。对呀，我这么等着等，然后有时候哎，他没有叫我，还故意讲。好可怜呢，我就觉得有点可怜呢。不是。小男生的感情，我没想到你曾经这么样纯情。不，小男生的那种单纯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痴情，然后等到安尼你就高追的呢，你别人拢很感觉讲啊，你的小弟哥啊，你叫花爱跋筊，整个形象改变。对，真的，像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是坐火车哦，从那个高雄到台北啊，有个女孩坐旁边嘛哈，然后。他就盖一件那个外套这样睡觉，那我很冷这样，他说哎，我们一起盖，我们一起盖这样，然后盖的时候，哎，我从盖的那一刹那开始，我整个人是僵硬的这样，因为他睡睡一直过来这样，要是我们准确去的哦，哎嘛，咱起码开啥子刀呢？对，咱起码呢，很僵硬这样，就是不敢让他跌倒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哦，就这样，到了刚台北下来的时候，哈哈哈哈哈，就是你那时候，不是说小男生很可爱，就这样子，就是他对那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样的天真。哎，贝尔，有一次你在跟你其中一个女朋友，因为你其他太多，其中一个其他吼，讲咧爱的时候，以及做什么动作，我你讲者。放屁啊！我那时候哦，那时候三岁。你怎么会想？你怎么会想到放屁？你怎么会想到放屁？在20年前呢，20多年前，那时候高凌风正红的时候。我在高雄去做秀，那我认识一个高雄一个小女生，她那时候她大概时候19岁吧，大概，就是我跟她发生关系那晚上哦，她很厉害，就是她舌头很厉害，就是好像那个刘奇栋一样。才19岁，二年那么厉害，就很懂，对不对？好厉害哦！然后就那天晚上我就那天晚上就从头到尾就开始这样，哇！突然间大声没有，为什么一声老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我说，哎，知道，因为他们也在找那个女生，他的女朋友是谁，然后有一点误会，对，我说不是，是我朋友，然后，哎，前几个礼拜他还跟我讲那个事情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我弟弟，那个男的怎样了？啊，我弟弟前天上吊过世。那天晚上就从头到尾就开始这样，哇！突然间大声没有，为什么一声老？怎么样？我抓着我那个地方就唱歌起来了，为什么一声老人的？我讲哎，那个当场我真的，当场我像我比较。怎么？我讲，我刚复健3个月，我讲真的，你会觉得说，我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你在开玩笑吗？真的，真的这样。你有看韩丹不？人家是说有一个女生，她很纯洁。那东德跟西德那时候，西柏林围墙倒的时候，一倒，很多人就投奔自由。然后有一个军官在那里就欺负小女生，就是骂骂骂，找鬼要不要找鬼？一个骂我要找妈，她不能过，给她砸给她。一个我要找妈，一个好。就叫伊来，啊去边啊，去压贴的所在，啊就才化开啊。啊叫伊家己口交安尼啦，啊伊就走去那之后安尼，跪下来。妈，你在
你。你叫是你去是卖骨的，哎，真的。人家是囡仔，唔知哪有可能上来唱歌。我到最后知道，这个女孩子很，她很淘，很调皮的女孩子，就是。他那有时候就是那种，我什么叫金啊？那无去啊呢？啊，我讲国粹啊，很可爱，就是他这种慢调。啊唱，哎，啊唱一了，唱一下，那是够够欢喜的，全练去。不，唱着我练去啊。啊，我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，你前奏很好，你开始，你这样很解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很解，他说。很解嗨。他说，可是我想唱歌，好，我们再重来一遍。我不要了啦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好可爱，我反而觉得好可爱哦，嘿。哦，秀琴，你会不会这样子啊？我不会我觉得你跟你老公这样很不错，这样从上面等等到那边，嘿，全力打，哎，不错哎，哈，哎，然后我想问一下秀琴，说你有个朋友说她想跟男朋友分手啊，约在那个碧潭那边啊，发生什么事？就是我的朋友是男的，对，然后呢，他就是找不到他女朋友，也没来学校上课，他想说奇怪，怎么都没有来上课，然后打电话都没接这样，然后后来就就忽然去他家的时候，就把他找出来问话，然后他可能就是也是住新店附近，然后就去碧潭桥。那女生说：“你不要再跟我，更没办法在一起，好，我们就算分手什么。”那好言讲也不行，那男生就很痴情说：“啊，我们又没有怎么样，你干嘛突然又不见面，然后突然要跟我讲分手这样？”他说：“你真的很烦呢。”你真的，你怎么那么不可理喻？我就说分手就分手，没有理由。有时候是个性不合嘛，你怎么听不懂呢？感觉不对啦，很多男女在一起，感觉不对。但是我男的朋友他是觉得说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我从别校转校到你这边，然后就是要照顾你，每天去要载你什么的。嗯。然后那女生说，你真的烦不烦？好，你真的要在一起是不是？除非你从那边跳下去。那个碧潭桥好吗？我觉得男女其实都不要这样用这种话激人家。对，然后那女生一。讲完之后，再一回头，那个男的就跳下去了，好危险哦！更扯是那女生就走掉了。如果是我们一般的啊，就会就赶快找人啊什么的。所以那个女的根本不值得他爱嘛。那个男的死掉了没？那个在后面。对，然后后来他就打电话给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今天跟我女朋友分手，我今天跳碧潭桥这样。”神经病！我那时候听到我都觉得不可能，我周围朋友我说你在演戏吗？我说那你怎么还在这？我还讲这种笑话，然后他就说没有啊，因为我跳下去，然后看到他整个就这样走掉，还好他赶快游起来，对，他就游上来游泳，对，是不是那个女的知道他会游泳才敢这样讲？也没有啊，后来因为那个我们那朋友他是运动员，就还好。不过真的不行，有时候那个心脏一下子麻痹也不行哎。就后来是他自己游还是人家救他？他自己游上来，哎呦，旁边也有那个救。不行，我先趁此机会交友。所有的分手的人哦，不管男女，都不要去激人家做那个不应该做的事。那被激的一方，马伯叔要加工啊，干嘛？性命较要紧嘛。对啊。啊，这不要天顶飞较困难，地下蛇唔就会有，对吧？对，就后来呢，他们就没有联络。然后有一次在那个中正纪念堂，那时候是办那个什么。灯会还是什么？哇！就看到他女朋友跟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，手牵手在逛街什么的，这样。哎，跳给跳哎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之后奇怪，我这个朋友就都一两个月都没有再打给我，就后来最后就很伤心哦，接到他家人打电话打来的电话，看那个通话记录就打说，你是这个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我说，知道，因为他们也在找那个女生，她的女朋友是谁，然后有一点误会，对，我说不是，是我朋友，然后，前几个礼拜他还跟我讲那个事情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我弟弟，那个男的怎样了？我弟弟前天上吊过世，就情关没有，不要那么傻，对啊，不要那么傻，听到我就觉得哇，真的不要那么傻，对啊，因为他现在难过的吼。不仅仅是这个女朋友这样，也难过她的男朋友怎么这样背叛她哈。对，但世界上这种事情很多人生如果像我这样挫折那么多，这些都是那么一点点而已。对呀，恭喜就觉得要珍惜真的所有的人呢，千万要珍惜自己，你留得青山在。不怕没女人，丢妹，这句话怎么接下来？快快的哦，丢妹，他早是爱兄会啊，今晚嘛兄会嘛，变唔得没柴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瓦斯啊。哎呀，你不要怕，然后天顶飞，咱就无法度抓，地下蛇就会死，真的不要伤害自己，而且。
哦，我觉得好狠啊，那个女的太狠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自己有一次被嫌那更扯，说什么嫌你点头脏点个做吧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一个交往很多年的那个男朋友这样，然后呢就是他也是都那种乖乖牌，那因为我们不同校，然后后来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专科，然后想说哇终于可以去外地念书了，然后终于有就是不用剪那种学生头这样，那好不容易一个暑假啊留长了，哇就去烫一个很流行的头啊，然后就这样哇还化了一点淡妆这样，哇男朋友要接你出来吃饭去看电影，突然看到说啊，你怎么烫这样的头？这样他就因为我烫头发，我不敢带你出去，我觉得很丢脸。不是，也没有，就是一般的，就是一般女生会烫的那种什么那个叫什么？不过很多男人很奇怪啊，他就要看长发披肩，然后是直的，就不要女人烫。然后他就到我家，然后我在家里都会这样子啊，东摸西摸这样给他等一下，他就在家里就这样，然后看我家人也不会打招呼，就已经。就是苦瓜脸在那边，我说哎、欸，你不会打招呼我哎、欸，怎么样什么？然后我们就走了，在骑摩托车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为什么要去烫头发？嗯，一个学生样怎么样？你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现在去你要去北部念书怎么样呢？你现在去念书还是去做什么事情？这样子哦，那不是嫌你难看，他是害怕。嫌你变心。对啊，我就说觉得你要变，烫一个头发不好看吗？他觉得变了，不好看。我他就开始把自己心里面的话讲出来，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？其实你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，为了你到现在，好，那你现在要去外地念书，然后你就哇，这样把自己用得这样子。”他讲成这样，我们也不要啊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你哦，你讲出来更莫名其妙。对啊，我说烫个头发，你有必要这样子？我说，哎，什么叫我不是？其实你不是，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，那干嘛在一起？我烫头发不是烫给你看的。我就说，你的早泄老男喝太久了，我讲。反正就因为就这样，就因为烫头发之后，然后他觉得说，我也不喜欢你什么上妆干嘛什么的。然后我觉得女孩子就是轻轻就，他就让他等了，让他等了 key mobile 呀。对，后来就。他就这样一分就真的分掉，是他说要分还是你说要分？他就真的他就先开口说我们，那我就说那结果那一场电影还有没有去看？没有，看屁呀！我们在路上，然后没有多久就折返了，这样子了。对啊，折返他有没有送你回来？就把我送到就是路口，他就这样走了。然后我其实一直回来的时候，我真的都莫名其妙到家里，一直莫名其妙。叫怕退回，对呀，被退货哎。就烫个头发，然后我就说这个头发真的不好看，就问我们家的人啊，我们左右邻居。然后我就觉得是那个人的问题，对，有起来就是瞎了一分手里。我嘎仔，我嘎仔，你若无为了一个头毛，你今仔袂嫁哦，恁陈志远呐。所以谢谢啊，但陈志远跟你有时候玩笑会开得很过火。听说你们玩笑玩啊玩啊玩来玩去，还玩到曾经去验伤哦？也不是啦，就是说我们就很爱闹对方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就骑摩托就在家里附近嘛，然后在家里附近，然后就没有戴安全帽这样子。那骑骑我说：“哎，怎么办？后面有警察，怎么办呐？”然后我就很紧张这样。然后因为我们年轻人不会装那个后照镜，然后我也想说他应该看不到这样，我就在那边很开心这样。结果他其实就已经有大概看了一下。后来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这样我说那边看，他突然就，然后我整个被吓着，然后我就整个在那边哭，我就一直哭。好，你让我原谅你，那你就去那个投手圈，那投手圈远远那么高，有没有？那你就投手就下位说，就跟我道歉，还是什么都可以这样。结果我就二话没有讲完呢，我想说一话没讲完，他二话不说他就去。对对对，我说没有想那么多，这样我说那边看，他突然就因为夏天穿短裤有没有？他就一个巴掌啪就往我大腿这样打，他说你干嘛？你干嘛吓我？这样，他说你干嘛吓我？然后我整个就被他这样一吓到。有警察是你骗他？对，我骗他，就骑摩托车这样子，我就是跟他闹着玩。他就一个巴掌在巴我，他不是故意打你，因为运动完就有力的，对，本来就就有力的，对，然后就整个就无限扑，180几，你150几，对，然后我就这样啪，然后我整个被吓着，然后我就整个在那边哭，我就一直哭，我就说你为什么打我？
然后我就一直打他捶他这样子啊，危险的，搞多半这样危险。他说干嘛啦？怎样啊？是你先吓我的，我们两个就边骑，然后我边哭，然后他边那边自己讲话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去医院，我要验伤，你知道，因为就五线谱，而且那个五线谱是浮起来的，对，就是很用力。他们是运动员，就有力。对啊，就后来呢，有没有去验伤？就到医院说，哎，你不要这样，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哦，对不起嘛，谁叫你刚刚要吓我？你知道那个就是人哦，就很像做贼心虚，又没有戴安全帽，然后你要被罚500块怎么办？我说，那你干嘛不戴安全帽？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常常会斗嘴。然后有一次啊，像比如说我们都会上演那个，我都会上演离家出走，可是都是那种听说还要用苦肉计。既然离家出走，为什么要苦肉计？那我都会说，怕人家不领回来呀，他就要睡觉什么的，我就说。你爱不爱我？我爱困啊！对啊，一个，你爱不爱我？一个，我爱困。没有，然后我就说你爱不爱我嘛？因为那时候流行那个桃子姐那个安斯爱美惠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我就有一个离家出走，刚好那个行李袋刚好在那边这样。然后说那你爱不爱我？他说哦，真的很累的，我刚表演真的很累，你可以不要挡住我电视吗？那我们就想要玩一下这样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怎么会这样？你刚追我的时候，我说你爱不爱我？你讲好几遍，那你现在是怎样？你玩腻了吗？然后就你要爱不爱我？那我要走了。他说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真的很累了，几点了这样？我就直接走到门口，我说再讲一遍，你爱不爱我？他就都不理也不讲哦，然后我就蹦，他也烦了，他好烦哦。对，我就门一锁，我就关起来了，然后行李箱就拿走。哦，对，我就这样拖着就到电梯，那个电梯已经好几次这样噔噔，他没有人来留，没有人留你。然后我也是那种爱面子，对，爱面子，逞强，对我就逞强，然后就。好啊，我不相信你不会来找我。但是行李箱里面是空的还是空的啊？因为你知道很害怕是，今天出去，明天再很谢谢，姑妹换来考虑。因为一下去真的不知道要左还是右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有时候真的到便利商店买个东西，你知道？然后我就在那个家里附近那边等，这样，然后就门口就在这边嘛，然后就睡着，然后睡到就。那个邻居说：“哎，小姐，你是哪一栋的哈？要不要帮你敲门？”这样，我说：“不用。”就那个零食、零嘴、饮料、行李就在旁边。然后我想说：“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不来找我。”然后我就这样等，因为那时候就还蛮冷的，这样，然后还冷到就早上都就冷到就感冒。等到早上哦，我老公真的很冷耶，他真的睡着了，睡着哦，他真的睡累了。你自己怎么那笨？你很瞎哎，你睡着的话，开太过火了。不，你应该去找个旅社也去睡嘛。就没有想到，因为我想说家里在怎样，他都会出来把我抱进去之类的。你被单狼给抱进去。对，我说你一定会来抱我进去之类的。傻你！结果呢？就后来呢，就都没有人。然后我也不想打电话，刚好我姐打电话给我，我说姐，我这样我头好痛，我这样发烧。我姐因为这样从花莲坐飞机上来带我去看病，神经病啊！你们一家子真的都很瞎。然后看完病以后再把你送回家啦。再送回去哦，哦，我真的很笨哦，我连门哦也没有，就是也没有去应门，然后也没有，反正都一直以为说我老公应该是出门还是怎样，就是后来我姐就带我，就是看完病回家的时候再开门，我老公还在里面呼呼大睡，那我姐说思源啊，你不知道秀琴在外面受凉，然后睡着，然后就我还带她去看病，然后哦，三姐你怎么会来啊？这样。他想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吵架，没有那么严重啊，怎么会逼到一个家人会上来带我去看病这样？然后他是说你不要每次让我背黑锅这样子。所以你的甘苦过程他完全不知道。对啊，你就下去怄气，然后坐在那边买东西零食的吗？对，受寒，通通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你还好，你还没找接到电话，他打来，老婆去哪里呀？你妈买个早点回来啊。谢谢。哎，那我请问你，在家里是你？他比较怕你，还是你比较怕他？应该是当然他比较凶啦，你问给问诶，问姐问一搞一个一共，嘿，谁比较怕？我觉得互相吧。有吗？有吗？因为我听说有一次哦，我觉得你是比较扯，查甫人爱面子嘛，爱冤家的时候，你讲叫因翁哦去投手那个投手球呀。
你看，叫他去鬼跟 A 呀，跟你讲对不起，还是我爱你哦、喔。哎呀哎呀，我觉得这样我真的是，他真的做了吗？他真的做了吗？真的，我啊，那那件事他错了吗？他也没有错。喂，那为什么吵架？你想问为什么吵架？不是，你看我这样，我真的是在全天下，我真的是跳到黄河洗不清，大家都觉得我真的很像母老虎。嗯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大家就是都会有约法三章嘛，嗯、就是说你去外地比赛怎样，不管怎样，你的手机都要保持。连线就是通啊，有时候那边是国家跟我们不通的啊，对啊，他就是不通嘛。对啊，啊就在台湾比赛是，当然到国际那个当然没有办法、哦，所以他就对、啊、台湾也有有的山上不通哦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就说不管怎样，就是要保持连线就对，嗯、不能关机、嗯，关机就是有鬼。他说好、嗯，结果呢，后来他在南部比赛嘛，然后呢、啊、等等等，比赛你们不能跟着去吗？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在上班嘛，然后在比赛，然后有假才会去。一般球团也不喜欢老婆跟来，因为跟来晚上会做什么？他第二天就没体力，人家也不喜欢。那时候也没有顾及那么多，然后后来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就突然看到电视还是什么，我是那种很急性子，我想到什么就要马上跟你联络，然后他怎么打都不回，这样。后来他回我了，其实他才五分钟才刚跟我讲完电话，他说哦，我等一下哈，因为我们有点名，我等一下吃完饭我就回去，那这边收不太到讯号，好、欸、啊，那我吃完饭回到饭店我再打电话给你，好。然后突然看到电视还是什么，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事，我就想要跟他讲，他就觉得。我干嘛要一直打电话给他，很像在查寝还是什么？然后球员说：“哎、欸，干嘛妻管严哦？怎样？怎么一直在接电话？人家会想，可能会这样子、嗯、对。”然后我当下我是没有这样的反应，我只是觉得说，啊，我想要讲什么，我就想要跟你分享啊，或者是我想到什么，就想要跟你讲，现在马上想要让你知道。他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老婆就一直要打给我？后来他说：“你到底想怎样啊？”就我说。怎样？你干嘛气呼呼啊？我说我只是想要什么事情。他说不是啊，你这样真的很不信任我。我不是跟你讲几点几分我会到饭店，我会打电话给你吗？我说现在是怎样？你现在用什么口气跟我讲话啊？什么？我们两个就气到他就挂掉，然后就关机哦。哇，我整个就火冒三丈，你知道，女生呢找不到对方的时候，尤其打到给球员，打到饭店什么，没有人要接你电话，我整个就我就一直在上面这样。哇，等到好不容易等到早上，搭第一班飞机下去。然后因为知道他隔天会在球场拍一些promo嘛，我也不管，因为我的火还没有熄，然后我就一到那个球场，我就说陈志远，你给我出来，然后我就里面可能会有那什么教练，我们叫教练出来，怎么了？哦，那天是休假，然后可能要拍一些封面什么的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别的球员呐、啊，有制作单位啦什么的，这样工作人员，然后他就你知道，他就是爱面子，他就说怎么样，就是拿个球棒，说怎么啦，什么事啊？那我说你给我到我旁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这样，我说你给我关机，你这样。我说你现在拿球棒，你是要打我是不是？你打，这样就是。他做的小的，我讲真的嘛。对呀，而且各位朋友，而且相信啊，非常不足取，非常不足取哦。你不能跟男人讲你打，万一打下去你给碎哦。你在拍广告，拿个球棒，怎么拿球棒打你？神经病的。神经病嘛，结果呢？对啊，然后他就说哦。他说：“我昨天是很生气，你干嘛一直打电话？我没有说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，说我要关机。就说，那你忘了我们约定吗？关机就是有问题，你真的有问题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问题。”然后就一直在解释，我昨天真的没有怎么样，什么我可以看什么电话什么都可以这样。他就说：“我们因为我们点名，我根本没办法出去，你不用去想那么多什么。”我说：“骗人！好，你让我原谅你，那你就去那个投手圈，那投手圈远远那么高，有没有？那你就投手圈下位说。”就跟我道歉还是什么都可以这样，那我想说他这个大男人哦，怎样哦，又爱面子，他不可能。我心里想，我就叫他去做一些他不可能做的事情。我想他应该不会做。所以你很顽皮耶。那你有没有先想好说，万一他不肯做的时候，你要怎样？你有没有先想好？是也没有啦，因为他其实嘴巴还蛮甜的，他其实会很会秀秀的那一种。后来结果我就二话没有讲完呢，我想说。一话没讲完，他二话不说他就去了。对，我说那我也不敢叫他，你知道我说他真的要去吗？然后我就真的就让他去这样，然后你就跟着走还是没有？我就在原地，然后他就远远走到那边，假装很像，因为旁边还有球员嘛，假装很漂配。哎呀，漂配，然后就拿棍子，拿棒子就去那边，然后就突然这样，然后就下跪了啊。然后呢？哦，然后就他就想说。然后你还低头了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整个就很啊，这是怎样啊？你妹冷妹妹叫他拉琴呐，然后条件你搞他亲近冷妹，你把他坑了亲啊。
因为硬来硬的，伊讲两妹无多钱。头家两妹，你甲我穿，爱头家变啦。哦，啊，这着三娘，阮老母给我三来讲，我叫你卖穿，你着卖穿。哎，冰冰，然后就拿棍子，拿棒子就去那边，然后就突然这样，然后就下跪了。啊，然后呢？哦，然后就。他就想说：“林小姐，对不起，这样我爱你。”然后我，你还低头了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。我整个就很啊，这怎样啊？很爽吧？就很开心，然后还故意了，还故意加码说什么听不见，好坏哦。他就说：“我爱你。”这样，然后旁边说：“哦，旁边在那边拍手，就开心了，就可能其实他的朋友也都知道昨天你们吵架了啦，对，所以都是麻吉的，他就比较不会爱面子了。对啊，然后就哇，真的我那吵了这款呢，真正是加温呐，加温。作为阿公哦，虽然我嘛要讲阿公阿婆，大家面子一斤是值偌济，阿公阿婆会好开要紧。哎，阿公阿婆在微博吵，你袂使像恁阿爸跟恁阿母。我讲去买菜来烧嘛，要去捏头掌来冤家。这全中华民国吼，阿公无冤家，可能没有这么瞎的啦。你安怎啦？有一工两个哦，因拢透早出去去菜市啊买菜，两个是吃温来。啊，再看资料哦，有一工哦，我听迄开铁门回来声都无啥同款，乒乓枪安尼啦。我老母就先惊入来，我妈啊，你先喏，无啦，气死的，别讲啊啦，讲了铁路乌一边啦，我讲了规个天乌了了啦，代志真严重啊！啊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？即摆阮爸、阮老爸惊了。都说你吧，唔惊都骗了安尼。因两个相较歹，因两个相较歹。其实阮老母较歹。哦，因为恁老母有咧欠家，因为恁阿爸爸做真侪对不起伊的代志，所以很歹啊，应该。阮老母较有细细念啦。吼。啊，阮老爸迄款人，你要互生气机会真正无大。伊若生气，伊性格真好。恁阿爸甲阮阿爸的个性足像的。嗯。啊伊吼，无生气就无生气，真正生气性格硬起来就歹讲啊。但是恁老母我是唔知，阮老母迄时吼，我来因翁我可能会较怕。我那细细念，吼念规日嘞骂规日嘞，吼啊我都。阮老母念，所以阮老母所有念。贵吼，我甲制作一个录音带吼，超过24捆的。你知嘛？我那平常啊，今仔做店，唔捌注意趁钱。啊，你唔知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哦，啊那哦，干了哦，要食的时阵，我妈你莫讲我吃了，你要念这捆哦，对吧？你拢一模一样。今日念我拢知，说伊较熬念。啊，回来了，我就看爸面色唔对安尼啦。我讲啊，恁两个是安那冤家哦？我老母讲，哎呀，你讲未听，讲未听，你气死人安尼。我啊恁。去买菜有啥物好讲？未听代志是发生啥物代志？用为着一买小卷啊！哈！为着一买小卷啊，会当冤家啦！我买小卷啊，我也买小卷啊，你管？我老爸即摆见到迄个小卷台，就讲啊，来买一买小卷啊！伊爱食内底有卵的迄款的，伊讲转来白白的，有无？用姜啊，白白的撒盐花啊，讲安尼就好食。好食，啊，就敢买啊！我老母讲唔通。吼，是安那？因为你胆固醇伤高。啊，对对对。最近血压有较悬。哎，啊，为着你好。即摆胆固醇伤高，你食了唔通？咱健康。哎，我都看阿袂食。我老爸讲不要紧，我那个月唔捌食过啊，未因为食这两尾来死。我唔相信，看也死无食。我唔相信你问问阿婆，嘛不是大家拢食小卷啊死嘛？对不对？这句好算，这句好算。对，伊讲啊，我是为着你身体好啊。你阿爸吊风一卡一手的时阵，是啥物啊？要跟你捏西啦？对，是我呢。怎么你安尼讲未听？安尼啊？你为他好啊！我都吃两奶了，就算我会死哦，你爸根本没有死啦。嘿，啊，而且是你先掉风啊，我先掉风也唔知你啦。哎呀，你讲卖卖啦，我讲卖卖落，伊你卖哦，无可能卖两卖，你卖两卖要叫人安怎穿啦？哦，用头家你搞我穿这两卖，用阿坤来穿啦。啊，因为硬来硬的，你讲两卖无多穿。头家两妹，你甲我穿，哎，头家变啦。哦，啊，这着三娘，阮老母给我三来讲，我叫你卖穿，你着卖穿，安尼啊。头家讲，哦，卖穿嘿，哎，我叫你甲我穿，你着甲我穿。哦，穿穿穿，阿三，我这三娘，我叫你卖穿，你讲三娘。阿妹也变啦。我头家，你两翁阿母讲好好才来。我后壁搁排五六个人客，叫恁两个拢唔敢买，我是要叫安怎？安尼啦，搁迄两买，敢让你弱弱，敢让你安尼断？迄两买你无甲买断嘛袂使，烂去啊咧！我老爸讲哦，无论哪，我今日要买迄两买啦。别买搁买就是这两买。我老母讲，你若甲买哦，你若甲
试看卖啦。我老爸边个落啊，带来。哎，赶紧进来，马边请啦，一百块，好你啦，一百块就等落去，就行转来，就走啊，嗯，安尼啊，就行啦。就恁母也嘛真过劲，为了小卷，哎呦，哎，得要吃就好吃就好啊。所以恁母感觉就奇怪嘛。哎呀，这个是妈妈有比较固执了。啊，为着安尼冤家啦，小王啊，平常冤家代志拢足离谱的啦。哎，啊，你讲你头张的是安那？因为阮老母吼头张吼，嗯。就住伊差不多三十几岁，头上就讲足白啦，足白啊。啊，阮老爸迄款人较无咧用大脑，所以头上较袂白。伊拢用另外一个小头个，伊拢无用头。啊，即下阮老爸七十几岁啊咧，头上无啥会白咧。啊，好厉害！啊，所以吼，哎，怎么都这样？我妈妈也是很白，我爸爸都不白。我爸爸往生了还不白。对啊，好奇怪。阮爸爸八十几岁，不太白。对，我爸爸也是。哎，啊，因为阮老母是咪伊。即马头上来背吼，啊，逐工咯，你叫阮老爸啊，伊欠的人嘛，头前你后壁你袂着，拢叫阮老爸甲落啊，落。阮老爸来讲，其实去哄你啊，不是，其实你卖你，你敢知我偌欣羡恁咧白头上，你若安尼白白，唔知偌水，加偌有气质。啊，阮老母讲，真诶哦，啊，无好好，无后摆卖你安尼。好，阮老母一个无你，真正规头壳白色色安尼。变白发魔女。对，真的就白色色安尼。真正用有一半白一半乌就足歹。嘿啊，啊结果伊知影，等咱拢白的时阵啊，伊想讲阮老爸就讲阿卖你安尼，我妈你真正卖你哦，卖，我安尼是袂歹看。对身体也较好，较袂着癌。妈妈加足白，啊有一天就搁教阮老爸菜市啊买菜，啊阮老爸讲啊，无啦，咱做一块三层肉转来卤三层啊，啊卤泡菜。嗯，安尼，伊讲好啊，伊讲，哎，啊，这条吼，这条好啊，嘿，倒来倒，啊，迄个麦地肉哪流流流流，伊讲，迄个麦地肉到底讲什么话呢？明仔节目是搁较精彩哦，一定爱加继续收看咱冰火五重天哦。你今仔死呀？我哪死呀？我走去走卡，拿菜刀来破，菜刀拿起，甲破。你妹啊，讲的离婚的原因就是，那咧做工课，因某吼拢会。迄啰下目睭会变白，改过加喙齿。迄啰手吼，安尼甲搭咧，安尼安尼。慢慢。哈哈哈！吓死吧！哎，这个老婆认为这样是最爽的表情。